恭喜中。佢將呢筆錢分三份買入呢三隻唔同嘅股票，當啲股票入翻過嚟，兩隻係韓國股票，一隻係新加坡嘅。我咁大個人，唔使佢阿佢。攞筷子。我哋而家根據香港法例第212章侵害人身罪條例第5條，正式起訴你。我哋而家根據香港法例第212章侵害人身罪條例第5條，正式起訴你串謀或唆使謀殺，會將你暫時扣留到後庭。